議員都未見識過我被人告那個藐視立法會那個控罪書錯了，我就會拎給記者看的，中文都錯，一錯完英文錯中文。很簡單，什麼叫委託？委託呢就是委曲求全，任託水龍，你們是委曲求全，人家是託你水龍。說來說去就是萬必議員跟我問，他說喂追得翻的，怎麼追啊？因為你謝女士都說了嘛，個承建商之間同政府之間呢就成日都有 dispute， 咁所以咧就拗。而家你整咗個中間嗰個 cushion 喺度啊嘛，嗰、那個 management 啊嘛，嗰個即係嗰個管理嗰個啊嘛，你咪兩個都賴嗰個咯。嗱，人有承建商話喂，你嗰個管理人就管理得唔好，你又管理唔到嗰個管理人，三方開會，咁咪推咯，打乒乓波，係嘛？我都想問一下啦，如果嗰、那個management 冇去 check 到嗰啲承建商錯，承建商又攞咗啲錯嘅資料，或者我覺得嗰啲資料唔合用都照用，或者冇俾到好嘅資料佢，你而家探討探錯咗啊嘛？你哋自己就話下個花園嗰度有人用，所以唔探。咁嗰個承建商話關我咩事啫？呢個係你嗰個政府管理嘅問題嚟噶嘛？你唔探，俾咗啲咁嘅嘢，我咪 claim 你錢咯。一 claim 嘅時候，咁即港鐵冇嘢講嘅喎，哥。咁我哋俾咗啲 man， 我哋嗰啲 management fee 就唔可以減噶嘛，哥。我問你啦，淨係講呢個問題，下個花園呢個決定，你點搞咧？係你自己話唔使做啊嘛，因為你做唔到啊嘛。即係等油之乎呢個高鐵嗰個高爾夫球場，明明係政府地租俾人，你話唔敢入去做啊嘛，你咪輸緊啊！你講乜嘢喺度？你就係因為冇人肯起啲鐵路，你夾硬要起，你咪叫地鐵去捱熱氣啊！地鐵話我邊會同你捱熱氣啊？唔該，5%，跟住交埋俾我做，係咪先啊？係你哋夾硬要起兩條鐵路啊嘛！起小啲都唔得啊嘛！而家沙中線係九鐵同埋地鐵分開嗰陣時諗出嚟嘅嘢嚟噶嘛！如果你合併咗就港鐵咯，你搞乜嘢？你哋真係喺度，你發明一個制度殺死自己！我問你啊，你有乜資格同人哋講嘢啊？俾錢俾管理費嗰個管理不善，嗰個承建商就唔會直接同你拗。周成武，早啲告病假，唔好再嚟呢度啦，費事出醜啦，真係。